个同仁，还有各位贵宾，大家午安。好，非常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这个发表会。那我们这个发表会是其实是我们要来说故事的啦。所以我想我在这个地方除了非常诚挚的欢迎大家来参加之外呢，我想利用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做一个说明，说我们做这个资料开放的这个努力的大概的过程大概像什么个样子啊，我想让大家有点了解啊。做这样的一个开放不是为了中选会自己，我想我们有一个比较长远的目标，是为了我们整个社会的成功的治理先踏出第一步。那这个第一步应该是就是政府的资料的这种开放，让我们从选举资料的开放来跟大家做一个说明啊。我想我是来说故事的哈，所以我从这个故事从这里开始啊。这是应该是去年吧，去年1月17号的事情啊。那那时候1月17号不是刚选完吗？对不对？那刚选完没多久，我们就选完没多久嘛，我们就看到这个东西啊。那这里面那个我们那个中选会还列名在这个地方，这地方好像是中选会把那个科批的资料当作机密啊。那另外还有一个更不堪的事情，就是这个过程里面呢，国发会吧，国家发展委员会，他们做那个各种官网的那个评比呢，那选了5个烂官网啊。那这5个烂官网中，中选会呢列名其中哈。那个后来登出来的时候，看还好，后面我们还有2个。然后那个记者跟我讲说，不是啊，你们是排在第一个，你知道吗？啊，我因为我跟你太熟了，所以我就偷偷把它往后挪一点。这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啊。那后来，有这个事情之后，其实那时候行政院也办了一个研讨会，那希望各政务官都来去参加，了解一下，说这个网络世界里面的运作大概是怎么样啊？那请大家去理解一下啊。那在这个新闻里面同时讲的就是说，我们这个官网就是又慢啊，又没有效率啊，又难看啊。这些我想我都同意的啊。第一个我想知道就是，我想跟各位报告就是，中选会过去的网站啊，确实是很烂的啊。我讲实话，真的是很烂的。这个我们必须要很谦卑的，人家的谦卑是胜利以后的谦卑，我们这谦卑啊，实在讲实在话就是输了的谦卑啦，就确实没话说哈。那但是呢，我们在这个新闻里面看到讲说，科批的得票率是个机密啊，这一点我就觉得蛮冤枉的哈。我们的资料是在投票当天的晚上就释出了哈，那我们的顾客就主要运用我们的这个资料的，就我的理解过去啊，学术界啦，那当天的话是媒体嘛哈，那另外就是后来陆陆续续的，就是各级的民意代表，他们需要选举资料来跟我们要的时候，我们马上服务，他们都非常的满意，那我们怎么会把它当机密呢哈？所以我们觉得还蛮冤枉的哈。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就开始这个请教各方，那我们也请教这个。武林高手啊，包括我们今天在座的高嘉良高先生啊，他来跟我们解说到底我们的资料有什么样的问题啊，我们希望能够从这里面去改正啊。那另外呢，我也在那个行政院会议里面做一些抱怨，我说我们才花那么几个小钱弄这样的东西出来，我觉得还蛮满意的啊，说我们烂官网啊，但是呢，我基本上的抱怨就是说这种东西就是。马吃草才会肥嘛，对不对？我有草才有料啦，要不然的话就没有啦。那个当时的副院长张安生就跟我们讲说，好，那我听到了，那你们需要什么来跟我们讲啊？这个我们副主委常常讲说没问题，问题就是钱不是问题，问题是没有钱，对不对？啊，我想这时候就可以用上场了啊，张副院长，那时候张副院长就说：“那来跟我们申请啊，执行计划啊。”所以我们就开始了接受各方的意见，包括像高嘉良先生来跟我们指导，
我们的资料有什么问题啊，根据这些，那我们就从上如流。你看，从上如流没多久了，那个英国的一个 Open Data 的一个基金会，他做评比，我们的 data 就是100%开放啊。那在这个的同时呢，台湾的那个data 的 open 呢是全世界第一。那我们去看那个资料，我们就认为就是说，这个得第一啊，那个中选会的这个贡献最大。为什么呢？因为你看我们才差2分1耶，啊，但这个地方我们是满分。那英国人第二名拿一个鸭蛋，所以我想我们的贡献最大，所以我们确实是有一些成果，对不对？啊，那今年呢，我还会做这个网站的这个绩效的这个评比。那我们这个现在我们的网站还蛮可以看的啊，现在100分，没话说啊。这个呢，其实都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其实都是有赖这各方的努力的。我想各方其实是包括很多方面的啊，因为在这个过去的这从我们前面看到那个烂官网之后开始，到现在这样的这个一年多的期间内啊，其实我们是由我们副主委领军跟那个我们中国规划处。规划了这样的一个计划，然后我们委托的高雄大学领导，王校长那时候领导的一个团队，包括的那个台北大学还有政大学研究中心的一个跨校团队来做这种玄武资料开放等等的这样的一个计划。那我们也同时在这个计划的同时呢，去改善我们的网站，所以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成果呢是很多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啊，包括其实不止我们这个大团队，还有其他在资讯界里面很多那些不幸认识我们副主委的那些朋友啊，来帮忙提供很多意见啊，包括冯启明博士也是那个不幸认识我们那个副主委啊。那这个资料呢，以现在还持续在执行当中啊，所以我想跟各位今天要跟各位介绍的就是这个计划。那在场当然有一些专家啊，但是我想跟各位对所谓的开放资料还不是那么熟悉的贵宾们介绍一下什么叫做开放资料。我们讲的这个资料其实有很多不同的这个资料，包括那个这是公部门的资料、私部门的资料，还有这个不公布是这一小块，就是第三部门，像那什么非营利基金啊，这类非营利的基金就是这类的资料。那公部门很多资料它是不开放的啊，这个我们可以理解啊，很多东西都是机密，我们连有那东西有时候不知道。那这私部门呢，有很多是属于他们的营业机密，当然不会开放。那这中间的最大块是开放资料，其中有一大块是你的政府的这个资料是开放的。那所谓开放的意思上，我想在这个地方要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开放呢其实是有等级的啊。就定义来讲，简单的定义来讲，就是说所谓的开放资料指的是说，有开放格式的资料，那叫做是机器读得到的啊。那这里面有一些标准，就是包括把资料做完全及时的提供啊，就给大家原始的数据机器可读方式呈现啊。那最后一个是具相互操作性及允许再利用，这个最后一点有一点点抽象啊。我想这个根据我们讲就是。资料的有等级的来跟大家做解释，也许会比较容易理解啊。我这样说好了，当我们讲说，资料要开放，意思就是它原来被关在某个地方的意思啊。那我们看这个一颗星，像我们把资料分成五个等级的，从一颗星到五个等级。一颗星的呢，就是它原来关在某个地方，关在哪里呢？大部分是关在别人的屋子里或者。在我们官方来讲，就是我们的档案室里面的哈，档案室我锁在那里啊，不让大家看啊，那这个是开的这个门，
书籍看就是一颗心嘛，就是授权。第二个呢，就是以可阅读的资料啊的结构释出啊，像这个刚讲说 Excel， 他意思说这个资料是整理过的，啊，但他整理呢，它是有某种特殊的一个格式整理的啊，比方说我是要 Word 档，我是要 Excel 档，那你就必须用Microsoft 的一个软体才有办法阅读这些东西啊，所以它是经过整理，但是它可以你可以释出。那中选会原来的资料大部分都是，几乎全部都是这样的东西啊。那第三个就是说，使用非专属的资料格式啊 ，CSV 格式啊来释出的啊。那这个地方的意思说，非专属的格式意思说，你不是关在那个Microsoft 的软体里面，因为这个地方你如果不用 Microsoft 的这个软体的话，你没办法读。但这个地方我们要求就是说，你必须不受限 Microsoft 的这个软体，所以呢，它是用机器语言。我们讲说这个 CSV 就是这样的意思啊，就是 comma separated values 啊。那如果也学过这个写程式的，你当然很清楚，就是说用一个 data 输入的时候是这样的方式，用一个 comma 这样来读开的啊。那这是机器可以读的这个资料，那这种就不受那个特定的软体的那个限制，所以如果是资料是用这样的一个 CSV 的这个格式，那这个是三星的资料啊。那我们现在希望我们的资料的最起码都可以做到这一点啊，除了一些那个原始的档案之外，我们希望都做到这一点。至于说四星呢，就不一样啊，就这个就 W3C 的那个标准格式数，这个我比较简单的来讲是这个样子，每一个资料单独的一个资料，举个例子来讲，比方说这样的一行资料呢，它都是独立存在的，它可以跟其他的相连接，那它这个地方我们做四星的这个主要在做的就是说，它每一笔资料本身呢，都可以超连接跟其他你想连的这个资料连接在一起。啊，至于说五星的话，那就是很多你认为不相干的这个资料各自独立在那里，你可以建立一个架构去把它们连接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几乎可以把很多看起来不相干的资料连接在一起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讲那个资料的那个。分等级就是这个样子啊，像这个资料在我们在读的时候，那它就很清楚的可以知道说，比方说这个第一行的资料呢，九跟七的意思就在另外一个档呢定义了啊，那后面的这个所有数字它都有定义，那这个每一行都是一个独立的一个资料啊，是像这样的一个。等级高的一个资料，它就可以做很多很多不同的事。像这个地方我们讲说气象经济，气象经济它的资料本来是不同的这个领域啦。那当我们有特别一个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连接在一起，做我们最需要的这个分析。那这个地方的分析显然是在做，就是不管气象的资料其实是很多的，对啊。那这些气象的资料跟我们的所谓的经济有什么样的一个关联，可以透过这个来。分析啊，像我知道我们那个中大有位学生写那个，他的论文写他那个天气跟那个投票率的一个关系啊，那这个我们可以理解，但是大家可以理解都不晓得那个资料怎么样去把它连接起来，那我们希望能够做到比较详细的这个东西可以来做，那各位可以看这个是一个现有的一个软体，可以让我们去查询那个各种。台湾的这个各种这个跟安全有关的各种资讯啊，那这个需要很多不同的这个机关的这个资料的开放，才可以做到这些东西。你只有一个软体，你就可以去了解说哪个什么时间在哪个地方可以你可以了解说那个地方现在的路况或者天气的状况，或者是比方说这个地方讲说空气品质，还有一个辐射的这个状态，你都可以理解啊。那这个一定是要，很多政府的开放，资料开放，我们才可以做得到这一点啊。那所以，
这个计划里面希望做到的就是说，我们希望能够做到选举资料的全面开放。那就选举资料来讲，是这个样子啊。我们希望能够做一些努力啊，把选举的资料最少做到12星啊。那其他的这个选举的资料要做到，希望能够做到5星啊，这是我们的那个雄心啊。那跟选举有关的很多动态，我们希望能够很快的就可以提供啊。那我们也希望能够在我们自己的行政的这个程序上去改善这些资料的这个品质，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做到我们的资料可以全面性，所有我们的资料都可以有及时然后正确啊。那我想选委会的这个资料一定要具备这样的一个特质啊，我们没有办法说我们一定100%的正确，因为每一次选完就总是会有一些电话来告诉我们你可能你的资料提错了哈。那但是我们很有把握，我们的正确一定是99.999999%啊，一定可以做到这一点的啊。但是我们希望能够最好能够准确一点啊。那最后呢，希望能够很方便的让每个人可以使用这样的一个资料开放以后的一个成果啊，这是关于这个所谓的 open data， 那个 data 本身的 open 性质这个样子，还有我们的期待。然后，因此我们做的这个计划，那我想现在跟大家报告，就是在这个计划里面，我们做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啊？在这个计划开始之前，当然我们也做了一些事情，并不是没有啊。但是我们也必须老实讲，就是说很多所谓的这个资料呢，节目的资料呢，其实是放在档案室里面的哈，那个包教授很清楚的。我比较熟悉的两个地方，一个地方你也熟悉，政大选研的那个资料库也像图书室也像这个样子，这是中选会的那个资料室，我们就是用这样子来放资料。那这样的资料呢，它的可运用性呢其实不高啊。那我们现在做的就是希望能够像这类资料呢，就希望能够做一些努力啊，把它变成那个可运用的这个东西。像这个选举公报也是啊，我们其他的资料也是。然后有一些像选举研究中心，还有现在中选会的以前的很多资料呢，其实是用Excel 的这个是在储存的。那这个在运用上有它的这个不方便之处。那你看后来我们做了一些努力，其实我们。这是我认为的，当初认为就是说，原网我们的资料很开放，怎么会没有开放呢？那这个那是我所谓的开放的资料，就是这样的，长这个样子。用 Word 或是 Excel 或 PDF 的那个形式储存在我们自己的就是资料库里面。那这个就开放的一个要求来讲是不够的，就是我想对很多真正在使用这个。把资料连接的人来讲，是这样不够的啊。我刚刚讲就是被我们前面这个样，就是说它被特定的软体限制住了。你要求你一定要用 Microsoft， 你才可以读 Word 档，才可以读这个 Excel 档啊。那我们的资料库进去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每个档案是独立的。你要了解哪一个部分，你就开这个档。去了解这个部分，你要了解其他的地方，那你只能再开另外一个档啊。这个地方也是完全一样的，这是我们所谓的这个 data。但过去的 data 本身呢是open， 但是不够啊。欢迎我们这个前张院长啊。院长现在这个院长前面加了两个叫荣誉院长啊，然后我觉得还是叫院长比较。对其他的院长没有什么不敬嘛，因为院长很多，你知道吗？那这是我们认为说不够便民，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在做一些努力哈，包括说各位可以看到这原始的东西，我们经过扫描，经过灯打，然后呢再查核以后，我们就变成一个一个的这个就是 CSV 档啊 ，CSV 的这个资料。这些东西呢，存到我们这个资料库里面，然后做连接这个努力呢，我想这个是我们在我们的计划里面是经过这个专家
以渣癌的那个试验以后啊、才拿出来的。那这是我们的努力的一个过程里面在做的事情。那在这样的做的过程，我们是希望能够把我们的群体的资料呢，一方面跨时间，一方面可以跨领域的啊。那过去的资料呢，我说只有少数人在用，我以前认为很多人在用的啊，学术界啊、媒体啊，还有很多的那个民意代表。可是我想现在想起来，就是说，真的你是真的要用，要还是让大多数人可以用比较好啊、我们希望很多人呢一用再用。所以一用再用，就是这个再用，就是希望你提升那个资料使用的一个价值。所以我们现在流行叫做价值，对不对？所以那个资料可以有很多的这个其他的一个用途。好，在这个过程里，我们把很多的这个资料一定要标准化。那这个标准化，在我们国内来讲，我们这个行政区用内政部的这个的编码，然后政党啊，还有选举相关的资料，我们都就是把它标准化。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希望把这些林林总总所有有关选举的一个资讯呢，连接在一起。我们现在看起来很凌乱的这个连接，我们希望能够有系统的这个组织起来啊。那我们就开始，我们的做好的资料，我们其实陆续上架了啊。各位看这个，我在今年年初的这个选举的时候，我们第一次就开始使用我们的这个成果。那这个是这个让一般的大众都可以很方便的去查询我们把那个选举有关的这个人事物资料整合起来的这个成果啊，这是很清楚的。我们同时也就是 release 了一些那个应用的那个应用的这个让大家使用这样子，那方便让大家来查询我们使用的东西。各位可以看到媒体它在这个时候，他们就很充分的这个运用，很方便的这个运用，就是在媒体的一个使用。媒体在过去呢，其实他们都是跟我们申请一个特别的那个账户，然后他直接跟我们一起 share 那个 database 在使用嘛。那以后他们就可以不用那么麻烦，即时就可以取得我们选举当下的这个所有的一个资料。那最高档的应用其实是很少数人在用，那个高嘉良先生，他是。我们当初请高嘉良先生来指导我们，就是说，因为他用这个选举的这个资料非常的多，所以我们想知道他在任何这个经验里面，告诉我们的资料应该可以做什么样的这个改善啊。那在高嘉良先生这个努力里面，他把这个立法院、监察院、众选会的资料把它整合起来，所以我们可以在选举里面看到一个投票指南。这个投票指南让我们大家去查询说这些。候选人他的这个我们比较关心的他选举的这个过程，我们应该根据什么样的一个标准来选择他。所以这里面有包括他的财产啊，这监察院的资料，他那个开会投票的情况，这立法院的资料，提案的资料，这也是立法院资料。那其他有一些跟选举公报里面资料有关的东西，都可以进到这个资料里面，我们可以知道他的所有的状况，我们来做判断，说要不要来投给这个人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这次的这个学习里面看到的这个情况啊。那我们今年做的，我们希望能够未来都做。那我们而且我们希望这些东西都可以结合在一起，让我们可以连接起来。所以我们又要看到一个选举人，一个候选人，他曾经参加过五次选举，那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五次选举之间的那个变化，各方面的变化啊。所以我们在这个资料的这个结合的一个过程里面，我们会希望能够做到这个叫穿越时空。因为我们的行政区会调整，我们的选举区域会重划，选举制度也有可能改变啊，让其他的外在的东西都会各自改变。所以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要希望能够把资料串起啊，这是我们的到目前为止努力的一个过程。而且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也要国际化啊，就跟国际接轨，所以我们使用的一个资料的这个用的那个格式呢，是国际间使用的一个标准格式啊。那我们也到其他地方去，对，这个地方是在美国参加一个 Ken 对，是啊 Ken University 去参加一个这方面的一个研讨会呢，跟其他的那个学术界的这个高手交流啊。希望能够获取他们的经验，这是我们
副主委领导的一个团队呢去参与这个。那我们也跟这个 Open Data Now 这个作者呢，做这个交流啊，向大师请益啊。这个是我们在国际的接轨的过程里面，各位可以看到，到目前为止，其实我们做的相当大的努力，也有一定的这个成果啊。我们做的量其实是不小的啊，像这个选举公报，我们也处理了这个将近5000笔啊。那其实那些资料，选举的资料处理了9000多万笔啊，所以这个量是很大。那我们是随时做好的东西检查没有问题的，立刻上架，马上可以运用。那我们现在持续努力当中啊。那在这些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我们希望我们看到有些成果，而且也还蛮方便利用的。我们希望在未来，希望能够做到这一点，就是说建立一个选举的数位博物馆啊。那不只是影像的啦、影音的啦，还有其他的这个我们现在有的最大量当然是我们的各种不同的数据啊。这是我们现在的一个，我们期待以后可以建立这样的一个数位博物馆。那我们也希望能够把这个选举的数位地图做起来。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系统、系统化的东西，让所有的人对他的选举有兴趣的话，做非常方便的那个查询或者其他更进一步的这个分析。我想这个迟早有一天会有经济上的价值。那我们也希望这样的一个查询的过程呢，它以后可以更快速的让使用资料的人得到他们想知道的这个结果啊。那这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方面啊。最后我想跟各位讲，我们整个努力啊，我们希望是 open to the future 啊。谢谢大家。各位委员先进了，大家午安，大家好。先跟大家报告哈，我们刚刚没有经过中选会的同意，我们呢就把顾问题哈开放，所以刚刚高村长跟我在一起呢做了一点小的功课，我们就各位可以用手机，待会投影上去，所以待会呢你们有问题可以用那个手机好 ，Slido 对不对 ？Slido， 然后你可以传上来，那我也把这个都贴上脸书了。所以待会外面有人可以直接外面的提问，主委这样可以吗？把你们全部用铅笔，我们今天只差还没有直播而已，说不定有人拿手机就来直接直播了，也可以也欢迎。我相信中选会都是公开透明的那我跟大家分享，我常上课演讲我都开始用这个手机现场跟我互动。那通常呢，主委你在当老师的时候是不是不能学生上课不能用手机？没有限制都有结果我去演讲上课，就是说拿手机出来表决，结果发现很好玩，那个同学的反应更好，数位化的时候反应更好。然后另外呢，同学呢要是有一些不敢讲的话，手机会讲得出来，所以今天我们也承受到很大的压力好，今天我们有四位来宾我们就一个一个，那待会呢随时网络上有问题，随时也都可以提问。我们就首先来访问我们张院长张院长，其实过去在推动 Open Data 的过程当中，张院长在台湾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其实有陈文珍副主委，其实当时有一个故事我这边献个题。其实当时院长要推 Open Data 的时候，我是代表民间，然后跟院长当时说是科技政委一起互动。可是我们就要求说，我们做 Open Data， 我们没有一个政策幕僚一起来协助我们做，怪怪的。所以当时科技汇报呢就很说，那彭博士，那你觉得有没有哪位学者愿意来当我们的后盾？就找半天没有学者愿意背书。学者说什么是 open data， 然后后来呢，就有一位不懂 open data 的人，可是他很有勇气，就是高雄大学的副校长陈文珍的副主委。所以当时呢，科技汇报在张院长的同意之下，然后一个小小的计划，很少钱，可是当时还有这个汪志坚汪老师一起参与，就把 open data 弄成了。然后 open data 弄成之后呢，让我们的这个陈副校长呢有这个 open data 的知识之后，没想到他当中选会副主委了，所以这个原因就跟原因就是这么来的，所以当时就是这个阴错阳差的一个结果。那我就想问说，张院长当时在3年前、4年前为什么要推动 open data？ 为什么有政治上的压力或者什么样的动机要来推这件事情吗？
没有压力，一点压力都没有。当时第一次，我必须要坦白承认，我自己当时开始背的那一阵子也是孤陋寡闻，我也不知道什么叫领队，他跟陈文生、陈副主委有半半斤八两哦。那个是我要谢谢我们幕僚，今天大家没看到一两位的，他们有一次就找了一个法人啊，跟我简报说不可以这样什么什么。我听完老师说那个时候，第一个印象是说，法人又来要钱，又来要计划了啊，所以并不是很马上就接受，就把那个法人的简报改一遍了，改一遍想说他们又要钱，我那钱不想马上就花掉。后来有一个很久很那个机会里面偶然的想到，以前啊，有位政务委员，各位可能听过他大名叫杨世坚。杨世坚那个时候啊，那个时候我在可能在国科会任职还是在哪里任职，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在我脑子里面想起来。那个时候经济部跟杨世坚说，我们政府的资料可以卖钱。那个杨世坚那个时候不太觉得政府应该去把资料卖钱。他说我们政府啊，这个柜子里面一大堆资料，把柜子打开啊，柜子打开让业界自己来挑资料去用啊。哦，那个时候没有 open data 这个名字。突然想到他讲这句话，他说啊，我突然想到说，原来杨世坚当时想到的说，把政府的柜子打开让业界来拿资料去用啊，去设法去赚钱啊，这样就很好啊，对不对？我突然想到，在当时那个时候，我看到美国跟英国的首相总统啊，都出来讲话，我就很好奇，我说到底什么东西，去了解一下。后来才觉得说，这东西原来国外已经在推了，我们其实步调已经步上很快了，赶快要推，所以就把把那个简报再捡回来看一看，然后去跟我们同事说，要开始推，要开始推，所以大概是这样子，完全没有压力，完全是，我觉得就是看到国外的这种趋势，觉得说我们不能落于人后。然后当然，其实我要承认说，我当时第一个出发点，因为我在业界待了好一阵子，我觉得政府的责任就是让业界设法用政府现有资源尽量去赚钱。那当然，后来欧春队长另外一个非常大的效益就是让民众对政府建立一些信心，因为政府的官网哦，我看到那个主委您刚才简报第一页就讲我啊。那个政府的官网，民众有的时候不喜欢看，因为真的是经过包装过的文宣，要给原始资料，民众像高嘉良这种人啊，那个就会比较信任政府，说你原始资料给我，我就自己看，自己解释，不要我看你官网。所以另外一个这个诉求，就是希望说我们政府在民众，尤其在年轻人之间，没什么大的信用，要透过这个 open data。除了我刚刚说让业界可以有些商机以外，另外一方面希望能够把政府这个在年轻人心目里面的可信度、credit 啊，稍微能够恢复一点。我想大概是这些出发点。不过我在场的现在能看到，谢谢我们当年的幕僚啊，他的确是都不知道这个事情，然后后来他们找人来跟我简报，然后后来又锲而不舍的给我们资料才要上报。OK， 有一位无名英雄张心理。心理站起来一下，还有另外一位的张心理，他当时就是 Open Data 背后那只黑手。我就是以为他是替公约来跟我要钱的，结果他后来真的是很有贡献，谢谢。对，好，院长，其实我的印象最深刻，其实当时我看到国外的领袖布莱尔、卡麦隆那时候一直在讲，那奥巴马也在讲，那我。那时候你在推，他是政委，那政委像你不能干嘛，对不对？哦，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我跑到总统府跟马总统对谈，跟他讲，他问我说什么是 open data， 哦，然后没有回应，他就回了一个很自私的回应给我，哦，然后跟他讲也没有用，投诉也没有用，然后后来就是只有到你当上行政院副院长开始，哦，后来没想到你会当了院长，我们都从在座有没有想过他会当行政院长？应该没有想过哦。那好奇的是说，你那时候就批中选会是五大烂官网，那是第一页哦。那你怎么看中选会？因为后来我知道的内情是，那个我们的从副主委去求你，跟你报告说，我要做，可是没钱，那就答应了。你怎么看这个这当中的过程？我真的要说中选会这几年的转换让我刮目相看。尤其是刚才主委
写到我现在刚好听到后半段，后半段那些进展其实老师我并不了解，听了以后更是高兴。我们一开始对 Open Data 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觉得说，这个我们的中选会啊，就是一个保护，因为我们华人地区啊，民主的发展，等一下或许我中里面帮观众朋友讲一下。我觉得我们华人地区民主的发展，新加坡、什么香港、澳门、大陆都不用谈，只有我们台湾是有特色的。这资料如果能够拿出来，政治研究学者绝对可以让我们这么多年的民主政治发展，在国际层面上有些很好的学术的一些标杆。那那个时候，中选会两位都还没有接任，然后我们对这个呢，中选会给我们的回复很简单，选举资料都是各自一样也开放不了。我们当时其实没有要很多啊，当时那个国发会就是早年的经建会啊，那个其实很客气，每一个部会只要五样资料，其实不难提供了。但是那有的部会当然是比较一开始比较敷衍，后来做也不错。那教育部五样资料里面四样是学校底子，这个我在很多地方讲当笑话讲，小学、国中、高中、大学底子就四样，所以教育部也很快。那个，但是教育部也很积极。那中选会一样都不给，不像教育部还凑个4+1，中选会一样都不给，说都是各自一样都不给，我就写这封信给当时张博雅主任，说拜托，中选会的资料就是华人地区民主化、政治民主化历程的一个代表，所以后来中选会大概这个张博雅主任有跟他们讲，他们就稍微有动一点，但是老实说，当然不是很积极，大概就是主委交代他们就好了。我觉得真的是很感谢两位副主委跟副主委来。那副主委就是说，很想做很多事情，把中选会变成政府机关里面第一名，但是没有经费。哦，我这个时候想法完全跟当初什么法人来要钱完全不一样。我觉得说这个钱应该要，就是帮你一点想法哈。哎，果然做出来的成就不用太想。我觉得政府的这个，当然中选会不是很大的部分，但是我觉得刚才看到主委刚才后段的报告，其实有抓到的精神，就是说我们这个。政治学的研究怎么去了解台湾的民主历程发展？像刚才讲的时间历程，因为我们候选人如果选个3-5次，到底票数什么变化？这个其实都是很好的一些利用哦。所以我是真的好，很希望说，要是每个部会都像中选会这样的话，哇，太好了，真是太好了。谢谢两位。谢谢张院长，大家掌声鼓励一下。大家可以看手机哦，看旁边两个有可以提问题哦，所以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发问上来，我就用这个地方会来选出来再来问哦。那最后也会开放大家的时间，我们就掌握这个互动的方式，因为中学会都 open 了嘛，我们什么都 open， 所以大家任何问题都可以提问哦。今天不是课，有时候大家不敢问问题，但是请大家勇于拿手机出来问一下哦。这是刚刚高嘉良很快的去架起来一个平台哦。好，刚刚那个副院长哦，院长特别提到说中选会的过程，可是当中呢，其实我们以前对于中选会就是一个衙门哦，比其他衙门还要衙门的衙门，是不是这样？然后后来那个我记得陈文生他做了 Open Data， 所以他去的时候就很有概念。可是呢，这个到底要怎么去做？这个怎么样的改变？你要去说服主委，然后要说服中选会的所有同仁，你不开放也没事啊，开放了让中选会的。这些官员，他整个开放，他增加他的业务会不会多钱？你怎么去推动这件事情的？我们想要问陈副主委。我这边可以补充，我们中选会啊，开车的是主委，我是副驾驶。那当然就是，我记得那时候我是去年2月6号来报道，报道的时候他简报的时候就，刚刚那张那个照片那个什么新闻就出来，包括还有字眼，就是好像张院长。当时指正我们说你们中选会很保守了，南岸官网我们主委刚刚有讲的，5大量官网应该是垫底，但是因为跟我们主委跟记者关系不错，就把网评提升了两名，大概这个过程。然后呢，这个我报道没几天说你是资讯长，我说我不是资讯啊，副主委副总是资讯长，但是你们就有一个副主委，那你就是了 ，OK， 重点来了，过两天都开会，张副院长要主持一个 Open Data 会，我都差点蛋了，然后这下子惨了。那去的时候，开会就听，然后会后就，张副院长还在场，我就去跟他报告说，我们要推动 Open Data， 我们副院长很多指示的那时候，那
我记得报院长、副院长、院长，我记不记得？那时候我说我们要做中华民国行政机关的 showcase， 对 ，showcase。然后重点是我们院长回应是什么？我们院长非常聪明，他说：“你要做吗？我给你磕头。”本来是只是随便讲一下，你说要磕头，我们就不得不做了。啊，后来当然就是我们院长就支持我们的经费，然后我们也重新做一个规划，所以。今天主委讲的是，后来回来我就跟主委报告，主委是我们学界的那个选举研究的泰斗，他非常有那个数据的概念，非常绝对，现场可能没有几个出席左右，所以我跟他报告，我们就全面推动，所以开车的是他嘛，他就说给我们踩啦，啊，就踩就往前冲了，是这个过程。那当然说，我的心得就是说你到行政机关里面，我说，因为我们是前一期在做科技汇报的欧文贝塔，所以其实我们研究很多，说公共机关有个很大的困难，你说要怪公共机关的 mindset， 他的心态也好，不怪也对，因为他有个问题的。我开放以后，我公务员薪水有这么多，然后你叫我开放，长官叫我开放，开放以后各自的问题，各自的责任、行政疏失等等，社会财产权问题等等。所以我的建议就是说，我们先确定的选举资料。是一个可以透明开放，我们全面要开放，先确定这个东西。第二个就是说，那谁负责任？当然是主委，对不对？所以我们就用 top down 的方式，就是说我们确定这个事情，我们就决定做。第二个就是说，你做的过程，我的经验就是说，一定要喜而行啊，不要坐而论。因为现在到现在，我今天去开会，不好意思讲，就是行政院开会还在讲说公务员心态如何如何，我觉得。那个论都没有用，应该是说我们要怎么推动。所以我常有一本书写说要找做事情找方法，不要找理由。我们找大理由说因为个资，因为如何，因为心态。其实中选会案例告诉大家，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都不是问题。那第三个就是说，其实还是需要资源。那这个资源最大的感谢是我们张院长，因为从头到尾啊支持我们。那我们就也不敢辜负，一路做来啊，我们。也不敢说一度想放弃，就说都骗你。刚我们做的报告就说，我们70年来的选举资料，总共有从民国36到现在，总共171届，很多大概有快一半已经其实也不复存在，因为曾经省府那时候曾经9月大典的东西，很多东西不见了。那我们目前你要做就是纸，一种是纸本手抄本。一种是在选举实录里面是铅印版的，那我们的做法是要把它扫描以后，啊，再来打灯打，灯打以后那个错误率会很高，校对到他们说眼睛快瞎了，然后再去转档，然后再汇入。那因为我们要求高标准嘛，所以不是打完那个档 PDF 档就结束了，我们是要不止 CSV， 我们要打四星，那四星又需要高技术门槛。就包括嘉良兄啊、张维志的，还有邓东坡进来，邓东坡就在那里，啊，就在那边，那几个高手啊，那包括李玉他们、戴老师他们去弄 RDF， 所以这些弄出来，就是说这个难度其实很高，它中间总是做起来会很辛苦，但是我发觉就是说，因为我们有刚刚做的报告两个第一啊，所以给大家士气打的字就是 OKFN 啊，把我们评比为世界第一。那世界第一其实回应刚我们院长所讲，中华民国选举真的是太棒了，选举太好了，所以我们赢英国赢2分，就是赢在我们的资料开放到投开票所，那英国只开放到选举区，所以我们全国10000多个每次大选的话，全国大选投开票所都开放掉，所以我们才险胜。我记得2014年的时候，行政院那时候在推，我们院长在推嘛，大概。提升到12名嘛，那不好意思，我们中学掉到53名，所以把台湾这个总排名拉低，但是隔年我们就第一名，所以行政院那时候在我们院长推动之下也变成世界第一，所以我们那一年啊是双料的世界第一，怎么都没有掌声。对对对所以刚报告说我们官网最后一名，后来我们也集体指挥主委啊，一直。用观的眼神看着，要好好推动这个案子。所以我们刚刚发布的那个行政机关的那个官网排名，我们是并列这个一都满分并列第一的。
如果这是没有利用人际关系啊，要不然的话应该才第六个里面第一个啊，这样子。那过程当中当然会有一些辛苦，但是其实我发觉就是说，我们一部分先长官要确定要负责要推动，然后呢有一些成绩和大家把事情带起来，其实那些辛苦可以借这个这样一个把它化解掉。所以我们一路走到今天，我觉得已经到了一个阶段了。那我补充说，这个 Open Data 是没有，我们不说今天的结束，我们把它定位也是一个另外一个开始，因为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做，我们全台湾的那个资料很多，我们还要做，我们下一阶段还要做下一阶段的事情，这样，先报告到这边。OK， 好，谢谢哈。那我接下来呢，要还是回过头来问张院长哈。我上礼拜哈跟那个高嘉良在法国参加 Open Government Partnership OGP 的会议哦。那其实我们就遇到很多外国朋友，他们就说啊，你们台湾，其实我有上台啦，说台湾 Number One。高嘉良把我推得上去，各位赶快那个上这个脸书可以问问题哈、哦，上如果不知道那个链接，可以上我脸书看一下，那个这个问题可以随时发问哈、哦，拜托踊跃一点点哈、哦。那我们有提做一个民调，你觉得中选会开放资料做得怎么样？哦，你可以直接填问题，填着答案上来。那我们其实刚刚讲的说 OGP 里面有很多外国友人，都跟我提到说，哎、欸，你们台湾哦，可能今年的新的结果恐怕比较难一点点哦。因为这其实这个就是你不进步就是退步，你进步比别人慢也是退步，所以这个大陆在走得很快，所以他们就提醒说，你们可能未来几个月万一公布的成绩，你们要有心理准备哦，这样类似这样的话。那我好奇的是说，院长，因为你在公务员，在你的公务员资历比在座很多的公务员都还要低，四年而已，对不对？好，那你觉得台湾的公务员文化对开放资料这个是不是有很大的一个冲突？是不是需要都要有很大的 top down 下来才能去做一些改变？你从中选会的例子来看，这关键因素是什么？当然首长啊，不管是部会首长，或是到行政院里面首长，态度啊，是绝对是关键啊。那个我想刚才已经讲过说，从主委、副主委到任以后的这个风格改变啊，其实是非常明显的。那即便是这样，其实行政院层级也是非常重要。那个我对外有时候演讲讲这个 Open Data， 各位如果把这个国发会哦，过去我们政府开放 Open Data 数量，做个时间的这个统计哦，会发现说什么时候我们数量开始直线往上冲，各位知道吗？是2014年年底，我接副院长，毛志国接院长，那个时候啊，那个数量直线往上冲，那个斜率啊原来是很平的。但是到2014年12月开始，数量直接冲上去，数量直接冲上去。其实另外一个就是毛志国毛院长，他对这个资通讯应用是很有观念，在中华电信做过董事长，这个一定是观念也非常的这个清楚。他其实不止一次在行政院院会，或是所有部会的场合，在讲说我们要设法把我们名次弄到B 级，甚至。刚才我们副主委说12名或11名，当我们第二年，我们第一次排名是36名，我记得第二次我们11名、12名，当11名、12名那年11名是吧？那一年的时候，其实毛志国毛院长说，大家再努力一下，把它搞到前10名去。这个是在行政院院会讲的。那比起现在讲的是说蛇到底是消防署要抓还是农委会要抓，这个我觉得在院会里面。讲事情的这个重点就不太一样，所以我是觉得说，从部会的首长层级到院的首长层级，这个绝对对我们公务员有个做事情态度的影响。那刚刚你们说，我们做公务员，其实我觉得我们公务员在经过过去4年这个洗礼以后啊 ，sense 都有了。但是公务员非常辛苦，非常忙。问题是说，现在在他一天上班有限的时间里面，优先次序要怎么？所以他有 sense， 可是你如果在上面没有给他一些 priority 的这种感觉的话， open data 就不见得是最优先的事情，那就这样就很不幸会出现你刚刚我们提到国外的，想说你们今年恐怕要心理准备哦，反正我是不希望这句话成真的啊。但是就像我有一次跟媒体讲的，我说唐政委现在进了内阁，他是一个非常年轻。有干劲的人，但是林权院长一定要在很多公开场合讲话挺他，部会才会配合。我在政务委员的时候推的 Open Data，
我在副院长那边觉得我很勉强的时候，力道是不一样的，因为部会之间毕竟对于副院长院长讲的话尊重度会不一样，所以这个你刚刚问题，我觉得我公务人员现在心态基本上 OK， 但是你要告诉他你工作优先秩序。好，谢谢院长说出实际上经营的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好，刚刚有个问题，我们先快速问的副主委哈，刚刚有人问说，这次都是网络上 open 让大家下载，未来哈有没有会中学会的资料开放变成 API 让各界串接使用 ？Open API 目前都有了哈，目前都有了哈。这个问题大家有什么问题？即时的资料，即时的资料。然后我们幕僚人员啊，确定了，林政委，好，那我们先 OK 吗？上次就这样子了。上一次我们好了，就我们刚刚我们主委报告里就是说水好水上架。哦，好、okay ，水好水上架，这是我们主委交代的。水好水上架。哦，好，那好补充一下，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好，而且如果去年就上次已经做到了，也是非常难得。因为我们平常如果一般人在看电视选举的开票的时候，随着电视台正式立场不一样哦，它的开票数字是不一样的，有些。电视台会给你 mark up， 你知道吗？然后 mark up 过头了，有时候发现说吹碰过头了，还要把你票子拉回来，这是国际笑话。现在这个一旦做出来，电视台没有道理自己去碰了，我觉得太关键了。好，那我接下来要问我们高嘉良高村长哈、哦。其实我认识高嘉良，对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们发动人跑到一些茶园区，用群众的力量。把是公职人员的财产申报、政治现金公报，然后弄出来。那现在呢？其实高嘉良，我认识他的时候，我们是中学会的 Open Data 委员。你原来是发动人民去监察院去做这个事情，爬下来。监察院那时候是不大高兴，对不对？还好，对，一切合法，一切合法，好，一切合法。但心里面觉得他们可能，我听到的是不一样的那个公务员心里面哗啦哗啦哗啦，支支嘀嘀咕咕。那你现在变成到中学会来做这个事情，你觉得这个这当中的过程的感受是怎么样？我想从社局的立场来讲的话，中学会跟监察院毕竟不同单位嘛，那对于所有单位，我们希望取得的资料就是非常 persistent， 就我们真的要取得资料。那当然，中选会比较愿意倾听民意，那把原来可能有一些限制利用的资料，那能够开放的都其实进展蛮快的。那至于监察院的部分，显然目前是因为可能不是在行政院下，因为院长之前推动主要还是行政院为范围，那所以其他的立法院有一些动作，那但是监察院的话比较没有往后的下面走向。那其实我们也提了这个查阅办法，就是说。他目前的状况是他给你纸本，但是我们建议说他在那个查阅办法，就是说如果电子档的内容跟纸本一样的话，他一样可以提供，就可以。我目前这个好像还是没有在做修正。那我想其实要说的是说，对于过去我们跟很多不同的单位有打过交道，那其实当然前面有提到蛮多公务员的心态，那当然很正常的，因为你在做这件事情本来就要很多顾虑。那但是，一旦我们发现有几个很有趣的案例，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 ，Open Data 最开始这个被引发这个议题，其实是那个实价登录的这个事件就是说那个这应该是内政部地政司他们开始开放这个实价登录的查询之后，那就有就是 Google 的工程师把它做出更好的网站，把它资料抓下来做出更好的网站，那后来就引发了非常大的争议，就是这资料真的可以这样抓吗？所以实价登录的网站就把它变成是孤岛的样子，就每一纸是没有办法解析的，就是不能预防大家抓资料。那这个有种种的原因，因为其中还有牵涉到规费法因为这个资料本来是它应该是用电子形式提供给大众，那大家其实要按照规费法去按照你下载多少 KB 付钱。那所以一旦这个公共单位他了解到，就是说，其实 Open Data 原来这种事情，我们只要做我们。地震师本来就会做的事情，会维护我们好这个资料，我们不用去做那个很烂的网站被人家骂，因为这不是我们的专长嘛。我们只要把 data 维护好，这个是我们的专长。那用 open data 的方式，释出之后，其实大家民间会做各种不同的利用，有些东西可能还有商业价值。那所以一旦他们了解这件事情了之后，那公务员是也有很积极的。那尤其他们完全理解这个体制里面目前的限制。所以就我了解，像这个规费法后来的一些解释，就是由。这个地震师这边去争取，其实我们是不是可以
出一个试函说，哎、欸，其实规费可以，由主管单位说不用收就可以了。好，那所以其实我想一定是要和这个政府单位有所合作，让大家了解说做这件事情真的有好处。那对中选会来讲的话，其实你可以看到，刚才诸位讲的这个，我们今天在做的这个投票指南的案例，啊，它当然是资料整合的非常好，好，可是这不可能由中选会来做，因为这个中选会怎么可以去整合这个立法院的资料，去整合监察院的资料？到时候是不是有一些价值的判断会被就说可能不同的政党说，哎、欸，你怎么可以这么做？好，所以这不适合由行政单位来做。但是，一旦你用分监察出来之后，其实它就有很有可能由民间去做这样的 match up， 那其实对人民来讲是非常有价值的。那早上还有提到另外一个案例，是公务总局的非常特别的案例，有 Save Taiwan， 那他们把各个气象跟这个全部都统合在一起。那这是政府里面的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案例，因为一般来讲，如刚才说的原因，不大可能去整合其他单位的资料。好，但是这个故事我听过，我觉得很有趣啊，就是公务总局的这个陈主任他就说，不管你现在是什么灾害，最后大部分就是出事情都在路上嘛。我们公路总局有这个义务要把这个资讯全部整合起来，他刚好用这个方式说服了大家，然后让就是大家提供资料，因为有时候你在你的网站上显示其他单位的资料，但你其实是在收割人家的业务还是怎么样，就是在中国在这个政府体系里面来讲很难讲，好，那所以很难做到这种整合。公路总局是一个范例，但是真的要做的话，其实应该是各个单位都肯定要出来，让民间来做。好，那我们再问一下高处长，其实居里面其实有很多社群都很主动帮政府做一些事情，那你觉得中选会还有没有什么样的资料马上可以来再继续往下做？因为他其实花很多时间把过去的资料都捞出来，那个其实要登打的，听说高雄大学的团队很辛苦，要最多的是打志工的，那最大的费用是打志工，哦，这个很辛苦，这个很难做得到。你觉得中选会还有什么样的资料可以再做得更好？像现在中选会，就我了解，业务上能够开放的资料好像几乎都已经开放了。那所以我想接下来我们就说，如果都不停在这边，有什么可以继续做的？开放资料之后，下一步要做的是什么？其实应该是说，以资料作为决策基础的各种就是 database， 就是evidence based governance， 然后就是我们以事实发生的事实，经过资料的收集来做政策的一些调整。那这里面会牵涉到，譬如说哪些事情呢？譬如说我们选爸爸，那譬如说最近有在修掉嘛，罢免不得宣传这件事情。那选爸爸里面有很多不同的规定，那哪一些规定里面，哎、欸，到底有哪一些违法的这个行径？啊，譬如说这个最后这个民调不能够选举几天前那个民调不能够再发布了嘛？这个到底有多少违法的事件？那各个违反的形态这里都是怎么样？所以就说，如果我们没有在收集这些资料，可能对未来在政策执行上就会比较有一些方向。对，我想业务上目前可能可以开放的都已经开放，我想这个真的是中选会比较非常简单。好，刚刚网络上有一个问题哈，我不知道是在座人提出来预报哈，但是我搞清楚是什么，念一遍给大家听。选举中选会选举资料的 open data 开放度100%，是否会产生伦理的问题？是否未来是否透过伦理审查来申请资料？这个要可能要问一下我们王校长，刚上过那个学术伦理课，对不对？这个因为我要问的是这个伦理到底是什么伦理啦、啊？哈、哦，伦理审查这个副主委听不大懂，这个是你们学术的伦理吗？论文抄袭的伦理还是伦理审查？这你是不是在做问的问题？可不可以再说得清楚一点，我们才可以在这边有一个讨论？这个问题是蛮不错的。有没有在座可以提出来伦理审查？伦理审查，我在科技部的时候，其实对于这个大数据啊，政府这个大数据开放给学校做研究的时候啊，是有附带要求伦理审查。但是在选举资料的开放上面，我直觉上想起来啊，好像伦理审查的必要性比较低。我们在讲伦理审查，一开始最早以前是从医学研究开始，比如说你要研究原住民的基因跟汉人基因有什么不一样，原住民是不是天生爱喝酒，这种题目是不该研究的啊，就应该把它过滤掉。所以这个大数据开放以后，其实会牵涉到不管是影射某些族群团体或者这些同性恋什么什么这种啊。这种其实就不限于医
学研究，大数据里面很多研究都会不知不觉的影射到某些族群的好坏什么什么的，所以当时就说做这些数据研究的时候要有这个伦理审查，不要做出来结果是影射某些族群的优劣。但是选举的资料我比较不能直觉上想到说有什么顾虑，难道要去，我随便讲一下，难道要研究原住民地区的投票行为有什么买票可能吗？我觉得这个可能也不是很恰当啊。所以，但是，万一真的出现这种研究题目需求的时候，的确是有这个伦理审查的这个配套啊。但是因为就是说，你不能阻止学校学术研究的所谓自研究自由，但是如果题目本身我刚刚讲到的某些顾虑的时候，是要通过伦理审查把它给。也试图的怎么样？应该调一下，为什么不能做？哇，这个院长指出了一个中学会未来要可以先探讨的主题。来，诸位。我猜这个是跟个资有关，因为他怕的是说，因为有可能是这样。你如果他在他看起来就百分之百开放，我经过分析可不可以 identify 这个票是谁投？我觉得是让这上的忧虑啊。但是我想，我强调一下，我们这个所谓的百分之百开放是在合法范围以内的啊。那我们那个投票的那个最后的一个投票的东西，我们经手选务的人都非常清楚，没有人知道啊，所以那个资料也不会存在啊。所以只要那一点不存在的时候，那剩下的东西其实就没有所谓的问题。其实我们各学术界常遇到这个问题哈。那我最后一个来问。包同胞老师哦，其实你在中研院是专门研究选举的政治学者啦哦，我不知道说在中选会还没有推 OpenAI 之前，你是不是可以拿到资料？因为我们政府很多都是学术界可以拿到所有资料，那最后才 Open。那我不知道说你们是以前就有拿到这个资料，还是说透过这个 OpenData 你也跟我们一起同步拿到这些很多的资料？那拿到这些资料之后，对于研究政治或是民主有什么样的贡献？啊，对啊，谢谢啊。其实，我觉得这个 Open Data 对我们学术界是有很多的帮助啊。可以从国际的学术界来看，或者国内学术界来看，我先从国际来看啊。台湾有很多优点，其中之一就是我们民主制度。其实我们的国际地位就是靠我们民主制度来。还有正当性啊，所以从我的角度来看，我是希望国际学界就是每一次有机会来研究台湾的民主制度，就是尽量来研究，尤其是像台湾是在性别平等的领域，其实是蛮明显的一个国家啊。现在我们的总统是女性的。国会38%的席次是女性的，啊，全世界大概只有德国可以比得上台湾，啊 ，But 我后来发现开始研究这个题目，我看很多文献，我发现了各国的那种大样本的研究，跨国研究啊，他们都会提。啊，很多国家就是提官职啊，像墨西哥，哇，墨西哥他们女性议员蛮多的，或是阿根廷，或是北欧很多国家，没有人会提到台湾。我会提到日本，哇，提官职落后很多，就是不会提到台湾，为什么？后来就发现了，他们都是用同一个资料库，这个资料库啊。可能是用联合国的标准或者联合国的资料，就是没有台湾。台湾其实是做到最困难的，就是想办法选出一个有38%的女性的国会，这个才是困难。可是败在资料，那个资料库就是没有台湾在里面。那台湾就是小资，对不对？啊。那我相信大家都听过这个故事吧，可能不是性别的研究，可能是就是集体成长的研究，或者是资源回收的研究。可是台湾常常有这样的经验，因为台湾不是联合国的一部分，所以台湾就是要比其他的国家安逸。这个其实是国家安全，
一般我们的概念就是说，为了国家安全，我们就是要保密，我们资料就是不要开放。台湾刚好相反的，我们的资料越开放，尤其是有关于选举、有关于民主运作的这个题目，我们的资料越开放，时间越可能会用到台湾，越可能会讲出来，就是会注意到台湾，会讲出来台湾的好处。那后来我听刘祖伟在报告的时候，他说他们在朝向全世界有一个共同就收录那个选举的资料，各国会有同一个标准，建立这样就全球的资料库。那也许以后，比如说性别的各国的国会的性别的比例，可能还是可能有机会把台湾纳入。台湾不会变成是一个不见的，就是见不到底的一个国家。所以在国际学术的，我是觉得这种资料开放就是一个就是第一步。那台湾的国际的这个形象就是这样的，一滴累加起来，就是要说我们台湾其实是一个进步开放的民主公正的社会。就是让大家知道，这个还是在国际的学术界是非常重要的。那在国内的学术界其实没有那么严肃。我本来就是研究选举，所以大会我本人其实是没有很新的啊，我本来就已经有这个了，我们就20年来就一直在累加这个资料。很多就是要自己编，所以其实我之前是在中学会的网路常常会接过去啊，一个一页一页接过去啊，那自己要编码，说哪个村里的内政部的编码是什么。过了学者的时间不是钱，所以没关系。学者的时间不是钱，对，是一点。这个，所以这个资料开放对我个人其实那个帮助并不是很大。那个帮助是在哪里？有两点。我会用到的开放的资料，并不是中学会的资料。我会用到其他的单位的资料。好，选举资料我大概已经有，可是有时候我就是要抓一些经济方面的，比如说每一个村里的平均收入，或者每一个地区的房价，或者其他的。那他们那些领域的专家，可能就是想要抓进去一些政治方面的变数，他们才可能要用到选举资料。所以这个是对跨领域的研究会有很大的帮助。那另外我这个发表会，我是跟我研究助理啊，我的专任助理来提，我今天比较忙，我没有办法做事。他说那个老师啊，我有提一个计划。我说是什么计划？他问是接那个选举资料放进去那个 GIS 的系统，他看公车的路线，还有垃圾车的路线啊，什么候选人可以去哪个路线来做广告，或者坐垃圾车来。我说，嘿，这个不错啊。可是我20年前好像我听过这个研究，我20年前在选举研究中心当助理，我们的老师其实是把这个选举资料结合做集群分析啊，每个村里都说是哪个性质啊，而那个资料就是卖给某一个党，还有几个候选人。那我记得有一个候选人是把这个资料就看那个同类的村里说，我要规划我的宣传车的路线。好，那你想这个20年前20年后有什么差异？20年前，
Well, 一来二十年后他们做得更好啊，我们是做得很差，那个我们没有办法结合那个其他的资料库，那个是候选人自己说他要规划自己路线。那现在他们可以结合那个公车路线，还有那个垃圾车的路线啊，可是说他们做得更好，可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什么？二十年前谁会有这个资料？大概只有学历研究中心的老师才可以有这个资料，现在谁都可以啊，他们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位，他们谁都就可以拿来那个资料，就自己做自己的研究，这个不一定是学者可以做啊，候选人的助理也可以做，这个变成是一个比较普及的机会，对整个社会有帮助啊，所以我是其实是觉得这个资料开放，其实对。不管是国外或是国内的都有很大的帮助。OK， 好，谢谢巴老师哦。刚刚提出还有几个有趣的这个点哦。那刚刚其实有几个网络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就请钟雄来回答一下吧。有人建议说，选举公报是静态的，未来是否可能增加动态的候选人的介绍配合语音？超想象，或许像哈利波特的魔法的报纸一样。对，好，分两部分来回答。第一个部分是说我们先从历史上来看，因为依照相关规定我们都要做选举公报嘛，那在2016年这次总统大选之前，立委的总统大选之前，我们是只有纸媒的权，大家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前会收到那个全开的公报嘛，那我们就推动 open data， 在主委指示之下我们就推，那推的时候就是我们走向一个数位化的公报，换言之就是说，只要候选人他来参选登记，他的资料都确定，然后最重要是他的抽签号码资讯抽完以后，我们就有他的号码，所以他就已经数位化的已经就上线，数位化就已经上线。换言之，你的纸本还在印的时候，我们已经在前面。然后第二层次就是说，他来查询这个数位化公报是。不用看成，不是说一个 PDF 的一张全开让电脑上可以看，不是，它是可以多维度去查询啊。假设我是要大安区，那我是大安区，我只知道某一个候选人，其他人我不知道，我只认识某一个陈某某啊，陈文生。那你只要打那个名字上去，那个选区的候选人全部跑出来，然后他的公报、他的那个证件通在上面。那你也可以透过这个什么关键字查询，我想。我对教育有兴趣，全国那次选举只要数位化公报在上面，教育有教育的这个字眼全部都跑出来，等等等等，那已经现在走到数位化，现在说语音就是说，因为我们中选会，我要讲第二个部分就是说，我们中选会的职责是一个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也要根据一个公平竞争的规则，那说如果要有你说语音的有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那个公报就是以前是规定600字嘛，现在就是说你就是那个空间给你，现在要用图案，你要用 QR code， 你要用，反正你写两个字而已，你要写600字，反正都随便你，所以那个可能性是存在，但是我们主委就是那个到时候，因为那个部分只要维持一个公平竞争的一个环境之下，我觉得是可行的，不是不可行。那还有一个问到说，使用中选会的 Open Data 是不是完全免费？使用时是不是？要引用资料来源会不会涉及著作权或个资法的规定？我记得院长，你那时候当院长的这个我解决的嘛？那时候我们现在应该到现在都是完全都 open 的嘛？哦，这个应该没有这个问题。哦，那刚刚有一位问到高嘉良一个问题哦，您对台湾政府开放现况的看法，未来发展的空间，您有何愿景？因为各位都知道唐凤跟 GDP 关系很密切嘛，哦，现在 GDP 有人。去当部长的哈，然后刚刚院长也提到说，这个对于他的也是对他的忧心啊，也需要更高的长官去给他很多的支持。那您的观察是什么？现况就是看起来还有就是蛮多努力的空间啦。那就我跟唐凤认识可能快20年了，那就说除了。更需要这个长官的这个授权跟这个商品之外，那目前有看到的是说，好像现在有启动了一个跨部分的开放政府的一个协调的一个机制，那有点像是说本来其实大家知道过去蛮多社群的人，在不管新旧政府都被找进去当
当这个跟社群的联络人，就主要说，到底怎么样跟这个乡民沟通，怎么样让政策更能够在早期和所有的 stakeholder 来沟通。那所以基本上这个 effort 就我了解是说，想要先在政府里面把各部分的这一群人找出来，然后开始在做接下来，因为开放政府的内容其实蛮多的，不光是资料开放而已，而是说新的政策在形成的时候，怎么样用。在更早的时候用资料去佐证说，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那佐证之后呢，来做政策的讨论。那实际上不是只是开公听会而已，而是真的收纳各方的意见，然后来最后才来做决策。那所以这个机制，我想台湾有在做蛮多实验的。那这个问题其实是全世界都面临的问题，就是说网络越来越大声，可是到底这个意见怎么收拢起来，怎么做决策？好，那所以其实我们在这几年所谓的这个公民科技，看到除了开放资料应用之外，其实就是各种不同新形式的公民参与的应用。好，那像马德里他们有做一些实验，巴黎有做一些实验。好，那所以我们其实都跟世界各地有一些算是蛮多的交流的啦。好，那所以这个其实算是国际现在努力的一个很大的方向。那真的我们要让50万人上街是很容易的，现在那50万人做的决定其实是超级困难。那我想，这个大家必须要共同去努力。有一个人不了解说，那个高雄大学登录那个善达历史资料的备人力哈，有没有可能高收起来做，利用群众力量一起来做？这个高雄大学的团队有没有来回应一下？那时候你们为什么没有想到用 crowdsourcing 学的 GDP 的精神？杨老师要不要可以来一下？其实这个高雄大学在承接这个计划的时候，有关于历史资料的善达这个部分啊，当初我们评估人力之后，其实是觉得，因为我们一开始就没有想要把所有的选举的选举公报进行输入，因为那个范围真的太大。那当然，我们透过 crowdsourcing 的方式是可以做到比较多的资料的汇入的。但是我们当初在设定资料输入范围的时候，其实是有评估过的，然后也评估过在计划的时程之内，用某个程度的能力人力啊，就可以完成这件事情。因此在当初规划并没有规划到说要把它公开到一个社群啊，然后甚至是全民来一起来做这件事情。那当然，我是觉得这个议题其实是非常正确的哈。未来可能不只是中研会的资料，可能在很多各部会资料在进行历史资料的数位化的过程里面，其实都可以借重社群的力量或者是公民的力量一起来完成。这是我的回应。好，刚才就有人问说，以后哦，除了投开票所相关资料还有候选人开放资料之外，还能开放什么？你这个计划还能开放更多的资料？全部开放的，哇！能开放都开放的。你不只这样讲说，我们没有不能开放，因为作为中学会，就刚刚我们院长提到这些，其实我们到纽约去也是，我们跟侨胞去讲，我们中华民国的选举，大家都觉得很骄傲。当然那时候也非常有掌声，因为听到我们的选举。那我们会有误差，好，谢谢啊。就是说。你看2016今年的选举，我们选公处选举办很辛苦，所有要重新计票的从来没有翻盘过。那包括这次桃园两个选区差票数很少，那票很少基本上没有办法，误差都很小。那我那天碰到一个法官，他说我弄过你的案子，就是这个选票那个验票，他说扣到绝对没问题，因为他们很有信心，除非很差。曾经我们中选会扮演一个就是选票鉴定，就是说当选举差不多的时候，他们就有选票鉴定，有可能就是曾经有里长啊选举啊，就说我赢你一票，然后他就去打诉讼嘛，然后就重新计票验票，然后法官没办法判别到底谁有票啊。那后来验完，我不知道是结果的，我们验完以后给他们，后来他们说答案结果是说，后来变成两个平手，然后就抽签又我赢，不好意思，这个类似这样，所以我们大概能够开放，那我们会再继续做。我刚刚说是一个阶段的结束，另外一个阶段开始，就是说，因为我们讲70年，171届的那么多的资料，大概统计出来有可能3000万笔，那我们就是说，有些流失我们没办法，以后我们目标就是说，已经流失的、没有资的，通通已经不见得我们不做，那我们下阶段会做一些之一，
那尽量以这个我们现在总统、立委，然后这个县市首长，然后再县市议员，那村里长可能难度会比较高了。然后我会以越靠近我们的开始做，能做到多少有多少资源，然后尽量做。那目前大概我们以我们来讲，如果村里长不算，大概106届嘛，然后我们已经做成60几届，大概达成率已经65%嘛。那我们县市议员来做，他可能会很接近，很接近。那我再问一个副主委一个问题哈，我们今年跟副主委去纽约参观哈，看到纽约市投票哈，我们进步一个选票啪一进去就出来了，电子投票。但是我们一个想就是说台湾人能不能接受这个问题啊哈？那这个可能也请院长来谈，可以谈谈看，就是说其实我们都很先进的，都很透明的，然后电子投票这个事情有没有机会在台湾可以来做？我不晓得，主委这边应该蛮有经验，这历史经验说。现在来看啊，就我们到国外，我们观选过好几个国家，有些国家说，我们觉得现代化、电子化一定是一个进展。那我发觉就是说，比如说这个，我们到多米加去，他们就是，他们一开，因为通常是那种第三世界国家，他一开始就采用的时候，大家都没意见；没采用的时候，重新要采用就很麻烦。后来产生一个状况，就是说，一边在电子机盘是进行，另外一边在手工在开票，就表示说。还是回到信任问题。那台湾现在也蛮习惯去看，我们当作是一个仪式吧，就是还是喜欢看那个开票。当然，等到民情，觉得习惯接受了，也许可以接受。但回过头来看说，今年那个选举的，川普他们讲说这个票还是觉得对于票的，因为他各个州不一样，有的是这样子开，有的是那样子开，有的。根本没有资本，而是怎么样开，然后人盖章的方式也不一样，所以我目前来讲，应该说目前都做得还不错。那未来跟着社会氛围引起，也许大家可以接受，我们可以走那条路。我想大家是副主委已经讲要花时间了，这个跟我们民众素养有关系，还有跟这民众对于政府的信赖度有关系，然后另外就是这个。即便政府做的都没有错，民众也信赖。另外一个是失去安全，被人家害就害进来，把你这支得票数给改了怎么办？所以这个关于观众体验，这个我觉得刚才讲的说，电子跟这个实体手工计票平行作业的几年，让大家建立信心的，这个应该是怎么做？有一位提出来说，不好意思，我想请问一下有关。Open Data 开放资料的部分，对于开放的内容会不会对国家的安全性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有没有一些防范措施，或是在审查的时候有做一些筛选的动作？这个高村长要不要来答这个？这个很有意思哦，这可能他还没有进入这个开放资料的范围里面。我想我们其实对于以政府开放资料来讲，政府开放资料其实就有蛮明确的规范，就是说它当然是不涉及国防的一些资料，跟大部分的情况是原来做公开的资料，但是以结构化的方式来提供，那变成机器可以去利用，可以去做一些新的可能是 App 或者是其他跟其他资料比较容易的整合。好，那所以其实这个问题其实应该在源头就已经被阻挡起来了，因为不然这个实在是有点。太恐怖了，就每一个资料我要重新去看它有没有不合适的，或者造成一些威胁。那当然，有一些时候，你各种不同的资料去混合起来，的确是有一些情况，譬如说，也许它是一个秘密的这个的基地，可是你有用电的这个资料，可能就会出现一种三 G 的问题。那也许它不是秘密，可能是它在这个做不法的事情或之类，这个很难讲。好，那所以我想以单纯我们开放的政府资料来讲的话，应该都是会先排一些比较有机密的部分。那我来问一下包同包老师哦，其实他有提到，有人说因为选举资料开放哦，大多数是学界或是我们大众对选举或政治有兴趣的人，那这个选举资料开放能不能真的运用到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跟中选会，主委我跟你平常的有什么关系？你看哦，可是就是说，选举的资料，我们跟我们日常生活有没有什么关系？就是这个有没有举一些实例？Well,
觉得这个是跟 你生活有关系还是没有啊？比如说你如果要写部落格啊，就跟只要牵涉到某一个政策，某一个公共政策，你会说某某人就是反对啊，什么比如说婚姻平权啊，你说某某人反对啊，可能是跟他的选举有关，你去查一下他的选区是什么样的选区，啊，是不是很在的看选席次还是刚刚差一点就落选，有这种选举压力，那才会牵涉到你的婚姻平权的问题，这个都有啊。这开放那个资料开放的精神，就是说我们不会先决定它的用途在哪里，而反而是把资料开放给每一个人决定，这个资料对他来说是不是有用。所以基本上我不会问他其他人可不可以用到才要开放，就是开放给你的，这本来就是一般人的财产。我可以补充我的想法，就是我们做 open data 上就是说，你 open 了谁在用？一个资料不是单一资料怎么用？通常是政府机关，你各个部门可能是一千种资料出来以后，它就自然有人会去想象去产生什么，然后去用。所以，我想说，当选举研究是一个，就是我们选举资料其实不一定它的好用，不再只是单一种性质资料，是说跟其他资料之间的一个串联。那个前提就是说，刚刚嘉良兄弟的要机器可读，我们如果开放一星二星的 PDF 档是没有用的，因为它没有办法跟机器之间彼此能够读，然后去串联。所以我想我们的用意在这里。其实有关应用面的，其实有一些成果已经出来了，已经提出很多创意的想法，就怎么使用这个选举资料。刚有一个问题很有意思哦，选举当天资料及时开放，会不会造成选务工作人员的压力？就是即时开放，选举结果。现在每一次选举都是当天选举就开放了，即时 ，OK， 我们都是即时的。就说大家看到，我补充一下，就是说，院长以前在行政院的时候，希望说能够开票快一点，怎么媒体开的比我们快？我就跟院长报告说，我一辈子都不肯开比较快，因为他是假的，我是真的。我再快，他还是可以比我快，因为他可以倒车，跟中选会车不能倒车。我开到哪到哪。其实如果选举到的时候，我们中选会的网站的数字是开多少就开出来，一直出来，它几乎是每几分钟就 update， 几分钟 update。其实我们是很及时 update， 只是说它的 update 的慢在于我必须人工唱票，媒体不用唱票，我们要唱啊，唱完要记。就说你那个票唱完以后要统计，统计完以后我们有个统计表，两份，一个 copy 本，一个贴在投开票所外面，证明说这张跟送过去选务中心，我们全国328个乡镇市选务中心一致的，然后那边才有电脑可以登打，登打完了才会上到我们选情中心来。困难是在这里，这个程序一定要跑。那我讲说我们可以改进，就是说如果在人工唱票没有改变之下，我们只能缩短，就是说我们从票唱完以后到传输到选中心，可以把它扩散到选票所，投票所就可以到选中心就可以省了一段时间，这个是可以做的，但是绝对没办法比媒体快，因为它永远会比我们快。好，那我们现在还有大概15分钟的时间哈，开放让大家有问题，除了你还是可以拖出来，各位有任何的问题、任何的想法都可以提出。郑东坡，你一直看着我，你是下一场对不对？好，各位有没有问题？我走下来好了。这边在场有好很多位政治的学者哦。哎，各位有没有问题？我刚刚补充一下，刚才有位网友问的那个日常生活应用在政治学者以外。那个我一开始就回答刚才彭会长第一个问题，说我对 open data 的期待一开始是希望它对经济也可以有贡献。那看起来这个选委会和中选会的这个 data 对经济有没有贡献还不清楚。他说政治学生，我开一玩笑。假如我是个百项常态，我就看哪个开票所的人，就是我去那当天开票，我就去那边
我看到我就去那边摆摊子了。这个就是经济的，当然我们要是真的有一天我们国家连百香肠的摊子的人都要看我们这套，我们国家数位经济就绝对起飞了。但是我只是举一个例子说，你现在经济的这种点子是来自于人潮，其实开票所就是一个人潮的资料。这里面我刚刚讲那个香肠摊子是半开玩笑的，绝对有比较不开玩笑的正经的经济行为可以在开票所附近发生，比如说计程车，对不对？老人家投票，帮助老人家怎么更方便去投票。那如果我是那个什么什么巴士，那个富康巴士，或是那个富那个就是人家民间的，我就可以去那边弄这个小巴说啊，你们都是同一个社区，我就一名巴士带个三五个老人家一起去投票，不是老人家投票给有其他票等等等，这个也是有经济的这种价值遗产在里面，不只是这个政治的就是因素。我觉得我想到一个是，如果我要从政，院长你不会从政对不对？我们都不会，我们都不会从政。各位会主持人们，那个如果要从政要从哪里选，那就可以从这个中学会的资料库去捞，那说不定可以捞出来哪个地方从政花最少钱，选举又比较容易赢，或者是选加入哪一个政党，就从政的中南捷径，是不是可以这样？可能从中学会的资料库可以得到这个。高处长，你要不要谈一下你那时候搞 crowdsourcing 监察员那种，是不是也有一教二教三教的问题？那这个状况稍微有点不一样，因为监察院的那个资料，它原始其实它已经是数位，你只是列印出来，它不可能给这个数位档而已。那所以其实那个字体是蛮清楚的，除了这个后面这个监察院的这个分水印之外，那所以在网络上的话，其实每一个数字大概会有三个人以上看过。那如果说大家认为这个五不是五，然后就是会有输入不同的情况的时候，才会再经由其他人再进去。所以大部分的情况其实大家因为那个蛮清楚的。所以打多少大概就是多少。对，那因为中研会这个 case 的话是史料，然后是手写的，然后又非常模糊，所以我想有很多不同其他的考量。好，大家还有问题？我介绍一位，我们在 OpenAI 里面有一位叫做汪志坚汪老师，他也是被我们现代的鼓主，他最近活动比较主办人，就会提到说我们这次的这个 OpenData 能够走到现在这三年多，有没有什么样的甘苦之类的？谢谢啊，来感谢那个就是会长哈，那个黄会长。那其实三四年前哦，黄会长一开始就是发起这个 Open Data 联盟的时候，那一开始这几年其实改变真的非常多。当第一次开始的时候，其实大家在讲的很多的想法跟今天就是非常南辕北辙。我还记得有一次这个之前就是在一个就是会议里面，然后也提到了就是在很多年前的事情了，然后提到了这些东西，然后大家很多很多的讲法。那其实一开始大家的心态能够突破，就能够改变很多，因为开始就有很多这个从什么法律的角度来讲啊，然后讲什么，然后就讲了很多很多可能障碍，然后包括了说什么这样子会造成什么样的问题啊。可是其实有时候我们对于新的事物的一个就是没有办法去接受，其实来自于他的恐惧，因为你害怕说开放了之后会有什么样的事情。但我们慢慢走过来的过程，你会发现其实开放好处非常多的，那很多事情我们都会借由开放而提升工作的效率，提升很多很多的事情。那所以在这几年来其实改变非常大。那刚刚大家在那个过程中也知道说，像其实中学会的事情，我还记得所以很早很早以前我那时候也不是就是不太认识主委或副主委或者这事情长官，我也写过建议，因为那时候大家有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说，这候选人他是一个他的那个政见什么你知道，他是一种个资。那如果你把从各自的角度来去解释的话，当然它就没法开放。可是有时候你再仔细想一想，其实从法律的角度，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解释，它其实是应该要开放的资料。因为你出来当候选人，你就显示了就是你自愿的把你的这些资料揭露在你的选举公报上面。那我想其实中间的过程的经验就会强调说，同样一件事情，一开始大家会往不敢开放的方向去解释，等到使用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其实有很多好处的时候，我们慢慢会让这些事情变得成真。
那我其实在想说，也许啊，未来几年哦，那大家会看到我们更多更多事情哦，可以去开放，因为我慢慢慢慢发现，其实开放并没有坏处啊。虽然有时候我们会变得比较不方便，但是其实我说的不方便是说以前可能会有隐藏资讯的问题，但是我们后来可能会发现，其实我们不要隐藏资讯，对我们整个国家，对我们整个社会是更好的。哦，简单想法哦，那谢谢主持人给我这个机会。谢谢方老师。有一个问题，他说投票当天中选会网站大宕，会吗？那是以前，那是以前，是店长骂你大烂官网的时候。以前，我们今年绝对没问题。我们从今年2016年就没问题，因为我们有另外做的备案，所以没什么问题。哦 ，OK， 不是说结果早就知道了。过去发生了以后应该不会再发生。哦，好。因为我们是有一个，我们中学网站也说可怜也是好像，就是说选举的时候大家都来看我们，也平常也没人理我，对不对？然后来的时候就尖峰时间，那一两天那个礼拜啊，就是高峰，然后你平常的负荷要设计成那种每天都是选举嘛，没办法，对啊，所以我们就是有另外有我们警专委那边特别设计，所以我们的容量 loading 都没问题，所以今年没有大机。Okay.但是过去的想法，过去的想法哦，我都很想讲说有在过去哦。最后一个回答哦，就请院长啊，因为刚刚汪老师提到说，我们在参与的当中 ，Open Data 一开始跟三四年前我们谈的，到现在走的路，结果好像都不大一样。可是这个当中就有时候会遇到一些反对的，然后就障碍。有时候反对是我们自己，就是自己搞不清楚。那如何去勇敢的去？承受这个不确定性，然后能够去继续往下走，就是Open Data关键的这一步路。不然的话，其实很多的人说啊，不要啦，弄这干嘛，花这时间，然后又有法律的问题。我们怎么样用一个怎么样开放的态度来面对往继续往下走的动力？我想从供需两方面来讲，从供给面啊，刚才那个嘉良你讲的监察院的问题啊，他提供的资料不愿意给电子档，只愿意给印出来的纸本啊，这个牵涉到 Open Data 的法源啊。那个我们一开始推的时候，很多公务员说，我要把资料开放出来，以数位的方式让人家下载呈现，那个下载法源在哪里？那我们当然没有一个 Open Data 的法，我们就找以前的法。以前有两个法，一个是叫做档案法，那个档案法里面有讲说档案应该要公开，就是我们。在国发会下面，以前的那个法律下面有一个档案管理局，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资讯公开法。但是很不幸啊，这两个法里面都没有提到数位，他只说你要开放，开放形式又要数位的没有讲，因为当初定这个法的时候没有 Open Data 观念，所以监察院他一天到晚在检讨公务员，谈到公务员，他大概就很怕说，这个档案法跟这个资讯公开法都没有说可以提供数位，我为什么提供数位就搞成高价量那个问题。其实一个很简单的做法就是让国发会解释，因为这两个法的主管机关就是国发会。国发会请你回去主解释，档案法里面要公开档案，跟资讯公开法里面公开资讯，公开的方式包括数位，因为当年没有数位的这种形式，现在有了。所以你国发会解释完了以后，法源的问题就解了，不要再去搞一个什么那个 Open Data 法啊，那立法程序那么长，所以在供给面啊，我觉得公务人员现在其实讲穿的就是。希望有足够的法律保障让他去做这件事情，所以从一开始法院到后来的责任，刚刚讲的版权也好，个资也好，其实我们蔡英文政府当初也弄了一个 CNS 什么什么规范，也有这个个资的这种作业规范，其实一步一步都到位了，所以供给面我觉得再补一下，让国发会去解释一下档案法跟资讯公开法，可以用数位方式的话，那监察院就一定要照做，就不可能再跟你讲说可以数位办。这是供给面的那个方面，需求面就是像今天这种场合，需求面这种场合就是这个中选会做了这么多，然后又找了很多学校，然后早上又做他们等等等，看到很多应用的方式，然后其实也不止这个活动，我想那个我们每年那个年底啊，都有一个什么大专院校的软体比赛，也有一个 Open Data 组，所以我觉得继续刺激我们的这些年轻人，利用今天这种场合。或者像学校的老师利用 Open Data 去做更多的价值研究，还有年轻人利用 Open Data 去做更多的创意，这是需求面。需求面如果越做越好，越做越好，让公务人员觉得说
哎，我被录到公司把资料整理到一个程度，开放出来，结果是有回报，那这个人就越来越有成就感，这就不需要长辈去批，说明他也乐此不疲。好，今天院长给我们做了很好的这个结论，好，那我们就再次的谢谢这四位女同仁，谢谢。我们接下来这一场是选举经验、开放经验的交流。那一位是这次高雄大学研究团队的高雄大学资讯馆的馆长啊，杨新章杨教授。然后第二位是淡江大学资讯管理学系的教授戴敏丽戴教授。